千万别亮着灯在帐篷换衣服。为什么？看看，那刚刚我没看见，真的。 抽奖之前，我想讲两句。今天大家会觉得很奇怪，我们都有瓶水在你们前面，请你们大家喝完它，喝不完的话呢，拿到出去倒在树上。And you save a lot of space. Okay, a lot of space. 太不干净了，我这个行为已经影响了大概上万人，已经很多人学我做了。我希望把我的经验教给大家，而且希望大家支持我这个持续支持我的这个慈善事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再次谢谢。 饮完踩扁佢，悭翻好多地方，同埋可以再做。呢个就系嗰样嘢，但系呢个唔好啊？点解咧？但系啲教好靓啦，但系啲教好靓啦，呢个开关又唔太好啦。呢啲唔知几多，但系呢啲格调又点样又贵。 即係你話齋咯，佢哋啲做，照住咁做啊！啲人哋真係，因為幾靚咯，擺得唔知我哋嗰度可唔可以做一個真係可以燒下火啊？幾靚啊！ 執箱開箱，執箱開箱，執箱開箱，最煩嘅一件事。